二个问题啊，其实好多人都很期待我们的小三月什么时候能够变个身给大家看看，小菊老师。是否还记得我们有现在有这么一个系统是独属于开拓者的，就是踏上命途而言，它也会有类似踏上命途的这样一个独属于它自己的系统，但它的概念可能就并非是踏上新的命途，而是比如说Meanwhile